哎 ，Serene， 这里也有霸王火锅哎！哎呦 ，Pico，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？这间就是从努沙贝沙利搬来 Bukit Indah Wisma SP 社家的霸王火锅啊，而且它就在 Desko Bukit Indah 隔壁哦。啊，这样以后要吃霸王火锅就来这边啦。没有错，走，我带你们进去看看有什么不同。Let's go。Pico， 我告诉你哦，现在霸王火锅已经全面升级了，环境有分为冷气和室外两种选择，让你可以在冷气房里面吃火锅。太棒了，我最喜欢就是在冷气房里吃着热热的火锅，简直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谢谢。哇 ，Serene 他们好贴心哦，还有给的发圈，还有围裙，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 VVIP 耶。对呀、啊，不止装潢上的提升，连服务也是 up 了哦。如果你担心吃火锅身体会有油烟味，也可以到他的柜台去拿香体喷雾来喷一喷。Serene， 这里的烧烤炉也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哎。对呀、啊，都说提升了嘛，现在是纸上烧烤，不需要放油，吃得更健康哦。哇 ，Serene， 这里的汤底选择变多了哎，有东阳番茄、药材、猪骨、麻辣菌汤，还有海鲜汤哎。真的，总共有七种这么多，那我们就选猪骨跟麻辣就好啦。好，走去拿食物。走。哇 ，Serene 这里的食材超多的哎，看起来就很疗愈。对呀、啊，这里的海鲜区呢，新增了更多旧店没有的食材哦，像是墨鱼、鱼片等等，是不是更加超值啊？哇，这里的熟食选择也是超多的哎，有沙妈虾、韩式炒猪肉、蚝煎、点心、炸鸡，还有烧鱼等等哦。没有错，而且这里的熟食呢也会不定期的更换新菜色，保证让你心满意足哦。哇 ，Pico， 告诉你哦，这里的涮肉片选择也是增加了哦，有鸭肉、猪前腿、猪五花肉，还有澳洲牛肉。哇，太棒了，我要开动喽！哇 ，Serene， 我好饱哦，可是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满足哎。那是因为你忘记了，你还有第二个胃啊，甜点的胃啊。对了，就是甜点。没有错，这里的甜点呢，除了冰淇淋，还有冰酥和 waffle 的选择哦。哇 ，Serene， 我太开心太满足了。是啊，而且现在不管你是消费满300块钱的顾客，或者是生日前3天来享用的寿星，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抽奖，抽出神秘小礼物哦。哇，真划算哎！如果你还没试过升级版的霸王火锅，你一定要过来这里哦。已经搬迁到了 Bukit Indah Wisma SP 社店，就在 Tesco Bukit Indah 的旁边哦。拜拜，拜拜。